呀，这声音到底是在哪里啊？我一直听到有人在哭嘞。我也听到了，我也听到的，我听到感觉在那边呢。我好像就是听到的那边了。我好像听着在这边也是。等一下，再找一下吧，再听一下。这边，那边。要不我们分头找一下嘛？对，要不我们分头找一下吧，好吧？好好，跟着你们慢点啊！啊，你们小心一点哈，都小心一点。小橘子，小橘子，小橘子，这没人啊！你们小心一点啊！小心一点，小橘子。小橘子，小橘子，你们慢点啊！小橘子。小橘子，小橘子，小橘子，喂，好像就是在这，在这儿吗？对对对，就在这呢。门锁着的呀。小橘子，有人吗？小橘子，小橘子，小橘子，没有声音。你是小橘子吗？小橘子，这没锁了呀，没锁了，我们怎么进去呢？小橘子，小橘子，他怎么不说话呢？谁把他关的？要不我们把这个锁给砸开吧？那我去找块砖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邓大姐呢？邓大姐呢？咱们都还在这儿了。走，我们继续看。邓大姐，邓大姐，邓大姐，耶！刚刚不是让他找吗？怎么人也不见了？邓大姐，邓大姐，刚刚他是不是在那边找？对。看一下。慢点，慢点。邓大姐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邓大姐，刚刚他都在这里找人呢。邓大姐，有人吗？看，这里面没人啊。邓大姐，走看一下那边。邓大姐。邓大姐，邓大姐，没人啊，他人跑哪去了？对呀、啊，他人跑哪去了？他刚刚是不是在这边找？对呀、啊，刚刚就在这边。这边没有，走，我们从这里过去看一下。看一下，走，慢点，好，慢点。邓大姐，慢点啊，小姐。好，咦，好奇怪，他人呢？我也觉得这个地方感觉好冷，所以冷吗？对，我觉得也是，感觉怪怪的这里。邓大姐，邓大姐，哟，哟哟哟哟，那是什么呀？你跟我一起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嘘，小声一点，小声一点。小点是啥呀？邓大姐，是邓呀？这真的是邓，这不是邓大姐吗？你怎么了呀？快快快快，给她扶起来！你怎么了呀？
你怎么了？别听他说，听他说完，先听他说完。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刚刚不是好好的吗？你怎么了？刚才、啊。快扶着他。刚才我也不知道。扶着扶好，对对。起来坐着。你怎么了？等他说啊，等他说。你怎么了？快扶着他。不是在找人吗？扶着他。哎呀，我扶着他，哎，怎么了？啊，我也不知道。刚才我在那里，知不知道呢？好像有人掐住我，哎，喉咙，哎呀，喉咙掐住了，我就不知道了。哎，不知道，呀，哎呀，这好奇怪啊！走，快，我们扶着他走，快，赶紧走，快走，哎。快扶好，慢点，这是哪里？慢点啊！这是哪里？慢点，扶好，慢点，扶好了啊！哎呀，慢点，慢点，扶好，哎呦，慢点啊，慢点。这个这边太折了，慢点，慢点啊！加，等，怎么了？等，嘘，前面有人。快，我们躲起来，赶紧，快，赶紧的，走，快。快，我们躲起来！好像是有人啊，听到没？刚才那个不是小菊走她老公吗？那在里面哭的那个女的又是谁呢？快，你给瑞哥打电话。好。